来了好多车，抱着小孩都去了。国家为这些单身汉哦是操碎了心了，看到没有，台上还坐了好多领导，领导看着你相亲。女生独唱阮小芳带来的加油爸妈，大家掌声欢迎。你要自己的意思错是因为意思的我感觉好像看到了我的小学老师。小伙伴们，我们这边这个相亲大会哦，从正月15一直到正月17，3天时间，然后周围的小伙伴们，如果你是单身的啊、哦，然后这3天可以过来玩一玩，如果不是单身的话，也可以过来看一看，凑凑热闹。好了，关注我，我是阿宁，勇闯天涯的日子咱们彼此陪伴，后续看一下这个相亲大会有什么精彩的。